过来，你请我那个拿钱回去。这样吧，他现在是四个工厂，从零下五度拉到零下十度需要多长时间？跟拉那怎么办？拉得很快，拉得反正是4分钟，拉得更好。反正反正过了。他只要一过零下十几度，他越大赢呢。他那个，他不是这种菜，他过零下十几度、12度，他现在发一个，他都几度，他说别的那个没事，他都答应，他说不是，他说可以，这样子他叫过来。